您是否真正想过和父母相处的时间会剩下多少，还有多长？长大成人后，您又有多久没有和父母亲密的互动了？大部分的人都会抱持着一种想法，把跟父母相聚的时光看得很理所当然，因为反正随时都见得到面。直到有一天父母离我们而去了，才惊觉平日心里有许多孝敬父母的念头，但实际上却什么也没做。在短暂又无常的人生，我们究竟能为父母做些什么才是尽孝道呢？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带您走进两对母女的生命故事，一位是年过七旬的退休校长，一位是27岁的年轻新生代，同样是扮演着女儿的角色，他们是如何把握有限的生命，及时行孝？我们带您来看看。阿姨，阿姐，慈济小姑婆照顾三个娃子。这一天是慈济在槟城社区一个星期两次的环保日，徐素心和其他慈济职工在社区组屋跑动，挨家挨户收集回收物。师姑，你敢去那里？我去看阿妈有没有淋雨啊。哦，你不放心是吧？对呀、啊。哦哦，我给他坐进那个那个行李箱，不必不接了，妈也不能上车，上车了以后。许素心已经72岁，脚部静脉曲张，导致行动不太方便。素心其实也到了需要被照顾的年龄，但她一直陪伴在95岁的老母亲身边，几十年来如一日。素心是家中长女，单身的她。和95岁高龄母亲相依为命，同住一个屋檐下，所以就算很麻烦，很麻烦也好，也是要带着他去到哪里啊？带着，从小都没有离开过妈妈，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好像现在时代进来的年轻人都喜欢自己住啊，从来没有这个头，这个想法从来没有出现在头脑。父母是天，孩子是地，对他来说，照顾母亲是本分事。即使牺牲了个人活动时间，还是得以母亲为重心。来，没了，还没这样吗？没了。这个屋子很小小，通通都有椅子可以靠着坐，要不然就有这个铁架栏杆给他摸摸走去冲凉，去上厕所。那老人家不可以跌倒。老母亲耳水不平衡，所以走路行动都要特别的小心。他处处用心，为的是确保母亲的安全。多年来，母亲的生活起居都由他一手包办。母亲喜欢重口味食物，但健康因素的考量，素心每一天都会为母亲准备健康早餐。别听啊！他90多，我70多，我也有骨骼受损症。不必他走，我也可能明天走，不知道。人生很多都无常，不过他这一点就警醒了我，太多都无常。所以这次受伤了回来，我就怕我没有能力顾他。有一次母亲跌倒，伤及脊椎，必须有人搀扶才能行走。加上素心年纪大了，体力大不如前，唯有雇请佣人来家里帮忙照顾。原本行动就不方便，但现在每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对母亲来说都显得非常吃力。素心感慨，自从母亲的健康开始走下坡，她强烈感觉是时候调换角色，全心照顾母亲了。我没有想到说我70多要照顾她，我只说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孩子照顾母亲是每一个孩子的责任。母亲是个注重仪容的女人，即便年纪大了，她也要求自己一定要端庄好看。素心请来专业理发师定期为母亲理发，尽最大的努力在生活细节中为母亲做最好的安排。在别人眼中，素心是孝顺的女儿，可是素心却觉得自己做得不够。我脾气不好啊，会给她整治啊。
他不要我要，他说对，我说不对啊，尊他留一下。人家说孝顺要听从他的话，180 yes sir yes sir， 忘不到。素心是一位退休校长，他不畏严，当年对学生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也养成了强势的性格。这份强势无形中也转移到和母亲的互动方式。直到加入慈济之后，他开始反省，对孝顺也有了另一番体悟。进来慈济了，然后就想到上人的孝顺嘛，百善以孝为先嘛，这个印在哪里了，就快快做。我70多岁了，还是走不知道。有时候他不听话，惹我是生气，我就火滚，就念，说现在尽量不要念了。读了那个水忏里面讲，造口业太多，所以不要念了。对，请要睡，你阿妈请要睡。老了我请爱的求，进来大进的慈济这样做，自我检讨了。每天晚上我都祈祷菩萨保佑妈妈平平安安睡觉，这是能够做得到的了。已经相处超过半个世纪的两母女，不常把爱挂在嘴边，有时候甚至赌气斗嘴，怨天怨地，希望快快走。他每次都这样的，他一点点他不满意，他就说走了，才不给我麻烦。但素心总是很努力，以行动让母亲感受到自己的关怀。很难过，妈妈，难过。为什么你还要过？哎呀，你都明知道。抱怨吗？不会抱怨，做了。如果他我可以做的时候就做了。我不知道今天做明天能不能做，不知道。退休后的素心也已受证为慈济委员，如今的他更把握在晚年为人群付出的因缘。母亲虽然体力弱，无法太劳累，但每一次活动都把母亲带在身边，其实是希望母亲也能感受到大爱的情怀。我进慈济这是一个条件，我会带妈妈出门，因为家里没有人顾妈妈，一个条件要带着妈妈，他们都知道，就抱她的那，我就跟她讲哦，如果你来看世界，就要加油了，你就要加油了，我什么都给她，觉得照顾父母是自己的责任，是每个身为子女应该要做的，能够有多少就出多少，对父母不要吝啬了，尤其她这把年龄，所以不是一直说我爱你的了，我很多人都要做。真正要做到孝顺，对待父母就要声色和悦，让父母看到孩子就很喜欢很安心。素心一直这样提醒着自己，他说已经活到了这把年纪，其实更应该把握因缘孝顺，学习放下。照顾父母是我们子女的责任，没有报复，没有不要。我是杜慧熙，今年27岁，在慈济马来西亚分会担任电视节目企编。妈记得我谁好啊？这是我妈妈，她是一位清洁工人，我和她相依为命。以前我只敢想象，却没有自信自己会有幸福的人生，幸福好像离自己很远很远。我每天骑着摩托车从北海到冰岛的净慈堂工作，整段路程需要1个小时，没有想到这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会改变我的人生。如果你现在问我什么是幸福，我会很笃定地告诉你，除了让自己幸福，我也有能力让最亲爱的妈妈活得更幸福。好，你好，师傅。啊，师傅会记我。啊。其实我一开始工作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信心啊，然后我的态度也不是很好啦，因为我都是跟时下的一般的那种年轻人就一样很自我了嘛，然后就以自己的看法为重，就我就不想加入成为此地人，我就觉得好像跟我自己很格格不入，我放不下我自己的那种观念啊。如今来拜来归道入水哦。虽然工作了3年有很多的感动，不过感觉到自己的能力没有发挥到啊，就打不开那个心去融入这个地方，就有想要离开。不过也很奇妙，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真的是
把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嘛，就全力以赴，反正我明年不会在这里，我就要把握能做什么就去做，然后看到的感动就比之前多，也比之前深哦。然后再加上那一年的下半年有无量义经，然后师伯要我们入紧张嘛，就彩排了半年，然后到正式演出那时候，我自己是被那个场面感动到了，因为看到那个真的是深深的体会到团体的美来自个人的配合，也这是我之前很难放下那个自我啊。经文好像一句一句浮现起来，然后我很忏悔我之前所有不好的想法，然后还有我对工作的不认真啊，然后我对这个团体的一些误解全部都解开啊，然后体验到很深，就是有一句金丝雨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就是心开运通福就来，然后你就会你的人生就是通过很多人的那种采访啊分享啊，就会得到很多那种人生的一种学习，因为很多人可能他是来自不同阶层的啊，有些是穷普通阶级的，他做慈济他是怎样做的，然后他怎样走过他的苦，然后之后他又可以帮助别人，然后那些有钱人他们可以放下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去参与这个团体去护持慈济。坐在台上的慧熙在一场幸福人生讲座会上对大众说出年少时是怎么不懂得孝顺自己的母亲。我得到很大的成就感，就是我每次采访的时候我都很耐心听他们讲话，就是不管对小朋友啊那些老公啊这些亲的人士，我都可以对他们很有耐心，为什么我回家不能这样子对我妈妈？有时候我妈妈说真的一些我也自己很欺负她，然后她就回去就妈妈就找人。而母女俩的关系是在她进入慈济置业体工作之后才逐渐改善。慧熙来自单亲家庭，是家中独生女，父亲患上肾病，需要靠洗肾来维持生命。有一天在洗肾过程中往生，那一年慧熙才11岁。父亲生前脾气暴躁，因为生病所以工作不稳定，常常对母亲大声呼喝，母亲个性温柔，对父亲的脾气总是逆来顺受。慧熙从小就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所以对父亲是害怕的，反而对母亲却是依赖。他是乱乱丢东西，而且丢到整间家的东西可以给他丢完，然后他一不爽啊，你吃东西吃到一半还会把那桌子翻倒，就是整个翻，小孩子看到这样的东西怎么可能会不怕。父亲往生之后，经济重担落在母亲陈敏凤一人身上，半年之后长期累积的种种压力导致敏凤患上了忧郁症。有啊，有时候会想要去自杀，然后又想回啊，我还有一个女儿嘛，然后就没有去自杀了，因为女儿没有人顾嘛，又她一个人罢了，我们也舍不得，舍不得让她一个人。敏凤一人辛苦工作，只为了把女儿抚养长大，无论是生活还是情感上，慧熙从小就很依赖母亲。可是当时的她年少气盛，处于叛逆期，任性又霸道，常常因无法好好沟通反而伤害了彼此。我们的导火线通常都是她不在家，然后就会吵起来，就会讲一大堆不好的话再给妈妈听，就是讲为什么你要生我下来，然后人生这么苦，然后有一天我会死的，为什么你要生我下来。他的脾气也是跟他爸爸一样，会发脾气哦。以前他对我这样的时候，我是会感觉很难过咯，就我要的东西我一定要了，就会给他很多压力，你生我下来你就是要养我，我要什么你就是要给我。从小慧熙性格倔强，可是却很爱观察周围的人事物，书籍和音乐是他最知心的朋友。他试着透过看书、听音乐，寻找、探索人生的方向和价值，也希望从中寻找与母亲相处的平衡点。行三问训礼，一问训。恩师。
大爱无量义金藏演义，慧熙遇到了人生转捩点，他直至合一，决心接受志工培训，继续留在志业体上班。对他来说，这是人生一大幸福。我们这个在这个团体里面，你可以接受到很多三的知识嘛，然后遇到很多很多问题的时候，你会懂得用正面的那种 观念去面对啊。然后我也希望我妈妈可以一起加入，一起感受到那种行善的好处跟那种快乐，那种才是真正的幸福。对于孝顺的观念，他有了更深入的体悟，他发愿也要让母亲走入慈济的大爱家庭。接引的过程，慧熙可是用上两年的时间。2011年，母亲不慎跌倒，无法外出工作，慧熙在家里安装大爱台。透过大爱节目的感人故事，母女俩有共同的话题，慧熙也慢慢的看见母亲的改变。因为她有忧郁症嘛，然后她的朋友都是那种会讲人家是非啊，讲家里有什么不好什么不好那种朋友。不过加入实际之后，因为全部人都是做好事的嘛，都会转念很快啊，然后正面的想法比较多。她不仅完成志工培训，还积极投入环保工作，逢人就说慈济，希望接引更多人一起来做好事。这每个拜六要洗呀、啊。如今的免奉生活很固定，上午打扫工作结束，下午就到北海环保站做环保。每天做环保成为他心灵的归宿。万世界阿弥陀佛。做环保了就没有那么去买了，知道人家新衣啊、新鞋啊什么都拿来环保，我们要惜福再造福咯。感恩抓欢喜受，在生活中以前比较会去买衣服啊、鞋子啊，每一个礼拜都会去头发店啊，有空就看我们这个门内咯。啊，这个是纸皮哦，这个也是，是纸皮。在此际，我听到商人讲，我们要节俭啊，不要乱花钱啊。好像我去做环保啊，是去付出啦，不用求什么的啦。他还是如往常般细心的照顾女儿。慧熙先吃素喽，他就教我煮素哦，煮素不用杀生哦，素食吃了又健康啊。对于女儿能在志业体工作，他给予百分百的支持。我以前是会觉得要给她赚多多钱哦，要在她进入慈济了，听商人的话，我不会要求高高的啦。身体健康是财富嘛，只求我自己身体健康就好了。2013年，慧熙带着母亲一起回到台湾，受证为慈济委员。如今共同行在菩萨道上，在慈济大家庭里，他们找到生命的依归。祈求天下无灾。你们的关系有比较好了？有比较好了，比较能沟通，比较能以前不能。就是因为大家都有共同的嘛。就是我们会一起在家里看商人开市啊，看一些大爱剧场啊，都是接收一些善的讯息、善的知识嘛。然后话题也很多，然后好像他会跟我分享他当志工做环保什么心得，然后回去可以跟他分享我工作上有遇到一些什么人、什么事情，整个人生变得很圆满哦。这个是我的妈妈，这是我。互相祝福，一起走在菩萨道上。就很多人都会觉得孝顺就是给他一些东西啊，还是要有什么丰功伟业才算是孝顺，要给妈妈很好的生活。就是不过对我来讲，就是孝顺就是从日常生活那边开始做起，就是给妈妈一个孝啊，或者给牵一直牵妈妈的手，牵到她老为止。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简单一个动作的一个孝顺啊。真正的孝顺是接引父母走入佛门，
而善用父母给自己的身体为人间社会付出，就是大孝。这一点慧熙做到了，年纪轻轻就懂得报恩感恩，也因此让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或许您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和父母相处，也或许您和父母相处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无论您处在哪种情况，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把握当下，珍惜父母健在的时间，及时行善行孝，让父母心安，善用父母给予的身体，代替父母造福人群，将功德回向给父母，时时行善，同样是孝思与孝行。妈妈都给我让来这个世界上，让我读受教育，才有机会去做工，才有机会为大众服务。更感恩的，她给我这个机会进慈济嘛。就是我给我妈妈最美丽的承诺，就是希望可以陪她到最后一分钟。虽然妈妈离开，可能我会很妈妈。你是一棵大树，我是树上的小毛虫。我每天吃树上的叶子，妈妈没有怨言。妈妈，你这一棵大树，可能会很痛苦很难过，不过至少难过的人不是他。然后不管将来他的身体怎么样，我都会照顾他到最后。